最高的吗？不是哦，可是你身高很高，以后要不要跟姐姐一样当模特儿？要不要？她很想哦。你看这个姐姐，你看很漂亮，来转过来，你要玩什么？好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姐姐丑一。再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来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姐姐的手会转弯嘞。来翠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。哦，加油！来，你遇到一个很善良的姐姐，我们富士按摩椅的姐姐都很棒。来来来来，过来，大声的讲一句，我爱富士按摩椅。我爱富士按摩椅。好 ，OK， 家里面妈妈有没有买按摩椅？没有哈，请妈妈来坐坐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算你哦，小帅哥，你几年级？你才一年级，这么高了？你每天有没有吃很多饭饭？有了。那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最喜欢吃炒饭。谁喜欢吃炒饭呢？好棒哦！那你今天跟谁来的？爸爸妈妈。那喜欢来玩吗？喜欢哦。你一年级而已，现在有没有交到同学好朋友了？有哦，好厉害哦，才一年级。那你要玩什么？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来，好，你如果赢了就把姐姐带回家好不好？好，不用哦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一句就赢了。姐姐说她刚刚已经讲好了，叫她出剪刀。好吧，来，你说我爱富士按摩椅。我爱富士按摩椅。好棒哦，一年级而已，好聪明哦，厉害，很棒。